他怎么了？寒气盛行，生物失能，再过不久经脉冻住，血液凝血，彻底。来人呐、啊！来人呐、啊！快救他！你断尾我便救。每个人尾是他引以为傲之辈，若是毁了，他再也不会开心。就因为你的鲁莽，不知道君和要承受多少痛苦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张毅，不信你一人，他就会多活一人。鲛人断尾，如同背叛鲛族，再也不能入海了。你难道是不想回家了吗？不行，那我可不想你死。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上你？太可笑了！我同你说的，字字句句，从未知悉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命是我的。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。我深爱的那个人，如今却亲手斩了我的羽翼，要将我囚禁致死。长夜，我这命没几日可活。放了我，如果有来生，也太单纯。